嗨，我回来了。刚刚为什么开失败呢？因为刚刚他告诉我说我的网络不好，不能用，所以现在又重开了一次。怎么会这么的困难呢？我的口红是什么？我的口红是这一支。这样你们看出来吗？我可以讲一下色号，讲色号在哪里啊？1196，好像是196。哎，我刚刚擦的是这一支吗？哦，反正这一支是蛮好看的，对，小香的，手怎么了？我做菜切到的，昨天帮鸡腿去骨的时候，然后因为刀子就比较滑一点，所以就大拇指还好吗？还好，就是一个小小的切口而已，还好，流了一点点血，但是。不会很痛，没事的。我们刚是32分开始直播的。大家晚上好。那我们35分吗？40分。40分开始做那个，就是连麦，你们应该在这边吧？是一起来连麦。《红楼梦》看完了吗？因为我换个地方住了，所以我把之前的那个就，该怎么说？我把前13册。把前13册都寄回家了，然后我现在留了3册在我这里，但是我还没看完。炫还会继续演戏吗？你是说项目的演戏吗？这个就要看公司安排了。项目的事情我说不准，但是如果说要我演戏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想要我演什么呢？什么时候要回家？你管那么多干嘛？什么时候要回家？干嘛一直待在家里啊？一直待在家里干嘛？突然就演上，对，限动吗？哦，你是说我刚刚发的那个很多节的那个？因为我打错字啊，我要在你们发现，不对，已经有人发现了。反正我要在你们发现之前，在你们所有人都在纠结我就是那个字打错之前，我就先发现，这样你们就没话好说了，对吧？对，环节，我要看一下你们讲什么。上次跟妈妈联络是什么时候？2个小时前吧。我们蛮常讯息联系的，演那种校霸。校霸是怎么样？你是说学校里那种，都会要别人帮他抄功课，或者是
是欺负弱小什么啊，不要，我们不要当霸凌者了。但是校霸，校霸哦，好啊，好啊，好好笑哦，校霸哦，给我五秒钟。我换个姿势。哎，你数学功课写完没？他没写完，你写完没？写完了吗？问你话，回答。你写完了？哦，我还没写完哎。哎，我话还没说完。你干嘛？帮我写啊！你不是都写完了？我很忙啊，我等一下放学后我还要去打撞球欸。欸，你不知道今天比赛很忙，我们同学一场，你就帮我写一下啊。写完了没？你不是写完了？你刚说你写完了，现在又说没写完。你放学去哪？嗯，好啊，不然我们一起去打撞球啊！来啊，一起去打撞球啊！哎，我跟你们说，我没有打过撞球哎，我没有打过撞球哎，但是国中的时候，好像很多很多别班的同学什么都会去打撞球，然后打篮球什么，对哦。我刚刚演的校霸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不是真的很凶的那种校霸。好，那我现在，等我一下。造型要管理好。好，那现在就是，那我们来开始喽。因为40分了嘛，要求的部分要选三位。你们觉得，好，你们说一到五。数字一到五，给你们三、二、一，开始。数字一到五，就是选一个数字，选一个数字，一到五选一个数字，刷起来，刷起来。五、二、五，好，我给你们十秒。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我看到三比较多，那就选三。三的意思呢，就是说滑三下，好。来哦，等他进来，我选三，然后我的动我叫什么，反正你们选的是三，然后我心中想的是要滑三下，就是要滑，所以就是滑三下。
是不是又跑不动了？是不是我的网络又不好了？我刚传送了，有人进来吗？是不是没有成功啊？是不是没有成功？没有跑不动，没有人进来哦。好吧，那我可能就是被拒绝了吧。那就再次，一、二、三。我传送了。你们都说要抽你们，然后要选你们，结果我抽中的又不上，没关系，我们就一直轮着来吧。IG 困难重重，都一样啦，我真的是只能冷笑。好，我再选一个，进不去，哦，是进不来吗？进不来，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怎么办呢？哦，有了，有进来了。嗨，你好。嗨，Hello，Hello，嗯哼，好，等一你可以下，跟我聊3分钟，或者是看你要问3个问题都可以，看你。等我一下，好。好，没关系，你慢慢来。我们不着急。我现在手在发抖。没事，你不要紧张。我不会好，吃掉你。好，我想问你，怎么看待学生党追星？怎么看待学生党追星？对。那我来分享一下我怎么看待追星，好不好？就是一种生活上的消遣，然后还有精神上的辅助吧。我自己是这样啦，在我追星的时候，我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之前，我一直都有蛮喜欢的明星嘛，就是我也有我的偶像，所以我自己追星的时候，我是这样子想的。那说现在从我的角度来看，你们追星的话，我觉得不管你们的年纪是不是比我大，是不是还是学生，或者是你可能已经50、60岁了之类，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年龄的粉丝，但是我是觉得。我觉得你们都很可爱。然后，我觉得我就像你们把我当小孩子看，我也把你们当小孩子看，就是，对，就是一种朋友的概念吧。那你觉得呢？你自己心里觉得我觉得，呢？就是说，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去看你的，一些影片之类的，会得到，就是会感觉比较开心之类的，就是就会。是带给你正能量，对不对？哎，对，我觉得这是偶像很重要的事情。我有时候就是比较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都去看你的那个心灵鸡汤，真的有用吗？真的有用，真的有用，那就好。因为我对。有朋友是很不喜欢这类鸡汤的人。
然后他就会觉得，哦，你每次都一直讲鸡汤，或者是，对，他就会跟我抱怨说，我都一直讲鸡汤，但我还是会继续讲的。继续讲没关系。你放心，我会继续讲的。好，好，我想不到。你想不到，对。那我可以问你，你现在几岁吗？因为你声音听起来年龄很小，12岁。跟我想的差不多。12岁是国中吗？要升国中，哦，要升国中，对，因为我表妹也是国中，你知道，就是身为一个妹控，就是姐姐是听得出来的。好啦，好好读书，好，好，好，然后有时间再看我直播，有时间再支持我一下就好了。好，好，好，加油，你也要加油，一起加油，一起加好，油。好，我会加油。好，好，换下一个人吧。好，拜拜。你知道怎么下吗？他下了，他下了，OK。好，那你们都几岁啊？我想问一下，你们都几岁啊？什么意思？12岁这个声音？就是我听得出来，他的年纪大概差不多是在国中，就差不多是国中生这样，高中生。哇，真的都偏小欸。好啦，你们的年龄其实不重要。我只是好奇而已，我只是好奇。那我们换下一个吗？那我声音听起来像几岁？问一下，觉得我的声音听起来像几岁？怎么说？觉得今天的头发我不是很喜欢，就好像戴假的一样，说不上来一个奇怪的感觉。好，那选下一个啊！你们再1到5，1到5再选一个数字，1到5再选一个数字。好，我心里想一下。还没开始哦，还没开始哦。好，好，我想好了，我想好了，1到5，预备，开始。目前四跟二，目前四跟二比较多，二比较多。四、三、二、一，好，四。那四乘以三等于12。好，我选第12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我寄送邀请了，我来看一下。我寄送邀请了，不知道他进不进得来，或者是他有没有要进来？请问是谁呀？应该不用报名字，因为。我寄送的时候，收到的人会有通知，应该是没有接受。那再选一个吧。
你就刚刚是二乘以三，那就一二三四五六，好。我记送了，我记了，我记了。应该是没有，对不对？好吧，那应该是没有。那我就再选一个，我就再选一个。这是个什么意思？二乘以三，哦，刚刚用过，那就。那我就随便挑了，不管喽，不管喽。好，随便选了一个。他拒绝我了，他拒绝我了，好吧。怎么办？好，那我再选一个。快进来！嗨，你进来了，你进来直播了。哎，蔡经理，你中了。真的，真的啦！我想好好笑哦！真的，你真的中了，你真的中了，我不知道，真的同学，刚刚你的真 iPad 的，发出了你中了直播的声音，真的真的，你不要紧张，真的啦，你不要紧张，你听人家讲真的啦。你真的中了，我们中了，真的，好开心啊！那你有想问题吗？你有什么问题吗？那真恭的，喜中，真的，Oh my god，啊，好不可思议，真的假真的，的？好开心，啊，Oh my god，哇，好，你有看到我？感觉是很多人耶。开心到被飙笑呀！了。好快乐，中什么？真的哦，应该是妹妹吧？妹妹，你有想问题吗？我没想到我会被抽到，真的？好吧，你先问问等一下，我看到我朋友圈啊，啥？你现在那边是不是很多人？有我妹妹，一二三四四个人，大家都好开心哦。真的有吗？两个人在旁边聊聊对，我可以，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吗？不太因知道，为我很喜欢你，我第一次看到，那今真天的，太开心了，今天一整天这样子已经很累了，看到你就开心有人叫你开镜头，精神都 这来是我了，的荣幸，这是我的荣幸。你是谁谢谢呀、你喜欢我，你我们是王晨炫，王妹晨妹，我是炫，王晨炫，对，姐姐好漂亮哦！我可以问你问，可以呀、啊，可以呀、啊，就是你最喜欢《青春有你》的哪个舞台？我最喜欢哪个舞台吗？对。我最喜欢 Lion。哦，我也很喜欢你跳的那一个，对，就是一个很很帅。特别的，就是特别帅的，对，就是比较酷的那一种。我很喜欢，妈咪带我上去。你妹妹感觉很小哎、欸，好可爱哦，这声音好可爱哦。看得到我看吗？第二个问题，可以。那我要让我想一下，
好，没关系，你慢慢来，你慢慢想。你是几岁加入 TPG 文创的？我几岁？我几岁？我想一下。你觉得你几岁？17岁的时候吧，好像是17岁的时候。对，17岁的时候加入的。哦。对，我现在是20岁，我今年要21岁了。好年轻、啊。所以你只训练了一年就去青春游？对，就是在公司训练一年。一年吗？差不多一年。嗯。一人打开心。那我要想一下第三个问题。你还有问题吗？我只想问一下观众。第三个观众为什么在？我可以跟你合照吗？怎么合照？就是开镜头的那种。像我现在头发是哦，现在这样子合照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吗？可以，他都不吹头发，可以啊，可以啊。等一下，等一下，啊，那我要回房间。好好好。你好快乐，我太快乐了。我听到你这么快乐，我也很快乐。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天啊！怎么办？我现在好幸福哦！现在好开心。我都爱你，我们都爱你。谢谢，谢谢。姐姐，你叫做什么名字？我叫做王晨炫。你们也可以叫我炫。我会开镜头了应该可以，可以。你会害羞吗？有一点。好，一起拍照。好朋友一定会截图。等一下，好，你数，你数三二一，然后我们一起。好，三二一。OK， 要再一张吗？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真的吗？开心啊，今天睡不着觉，喂。有三人。有人在骂你，谢谢谢谢，好，耶、yeah! ！哎呀，谢谢啦，妹妹好可爱哦！哎呀，谢谢观众啦，谢谢。跟姐姐拜拜喽，好，拜拜，随手动，拜拜，拜拜，拜拜，祝福你喽，拜拜，你要加油哦，好，拜拜，我会加油，加油，好。拜拜，拜拜，你会下吗？聊聊，他会，他会下水。好多赞！等一下，你还没有啊？好好，他下了，他下。我刚刚瞬间听妹妹好担心哦，刚刚瞬间听妹妹很担心，就担心他不会下线，他不知道怎么下线。好可爱，对吧？就是看到妹妹就会。就有一种很快乐的感觉，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有点啊，我现在很快乐，我现在很开心，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对，对，我是妹控，对。那换下一个吗？下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喽。啊，好，四个好了，四个好了，因为刚刚微博也是，刚微博也是四个嘛。那现在就也再挑四个。对，我现在好快乐，怎么会这样？我好喜欢妹妹，我换个坐姿。好，那我来选咯，我现在就随机选咯，因为选数字的话他们也不一定会加入。随便选。
你们都有投吗？就是请求。嗯，不行，我不能这样子看着选，我这样看着选好像不太公平。好，好，不管了，那我就。就选这个咯。有，我按了，我邀请了，但就看人家进不进来。不进来的话，那就拒绝我吧，没事的。啊，他拒绝我了，好，那下一个。我会不会被拒绝呢？他拒绝我了。好，就是有一种预感，知道吗？就是有一种预感，我按他，我会被拒绝。好，下好离手，下好离手，下好离手。要不要进来？请问，请问，好吧，搞不好这个也是这一位朋友，他也是挂着，就是把我的直播挂着，然后没有，就是没有在看，但是就是放着的那种。嗯，等我一下哦。他拒绝我了。啊，这个也拒绝我了。好，发送不了，怎么会发送不了？为什么？为什么会发送不了？是我的网络不好，还是你那边的网络不好？我不会难过啊。每个都点一次。哦，有了，有了。你进来我的直播咯。Hello, hello. 如果你可以把镜头关掉没有关系。Hello, hello. 你可以把镜头关掉没有关系，如果你会害羞的话。我是你香港的粉丝。哦哦，你是香港的。对。香港怎么打招呼啊？可以教我一下吗？你好。你好。对对对。你好。你好，请开始你的问题。我想问你跟创造101里面哪一个姐姐是最好的朋友？创造101。嗯。我没有认识创造101的姐姐。嗯，还是你是想说亲你吗？你是想说青春有你二吗？好像是我搞错了。哦，对对对，是青春有你二。对，我最喜欢哪个姐姐？你这不是挖洞给我跳吗？突然要我选一个姐姐。哦，我最喜欢 Lisa 老师了，可以吗？她也是姐姐啊。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嗯，
还有问题的话，我想问你，最近有在听什么歌吗？最近有在听什么歌吗？嗯，我可以跟你们推荐一个歌手，因为我最近听他的歌，我觉得好好听哦。他叫做单依纯，他是他的那个单是单纯的那个单，但是他是念单。然后他，我觉得他唱歌很好听，知道吗？知道他吗？好像懂，好像知道他，可以去查查看、嗯。我觉得他唱歌很好听，而且他年纪好像也比我小，就是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好，第三个问题，最近在忙什么啊？最近在忙什么？秘密训练，就是这个秘密训练，应该对过不久，你们应该就会知道是训练什么了。就是过不久，这样你最近有好好吃饭吗？你这是第四个问题哦。好啦，我最近有啊，我有好好吃饭，而且我昨天还为了吃饭，然后划伤我自己的手。就是好啦，没有在炫耀什么，反正就是一个证明我有在好好吃饭。对，好的，不用担心，你要继续努力，我们会支持你的。好，谢谢你。我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去，也可以去香港玩。好哦，好，我期待你过来。好，你在香港也是有很多粉丝的。真的吗？嗯，好啦，其实我知道。好啦，我知道啦，然后也谢谢你们支持。嗯，希望未来能够尽快见面，就是有机会能去那边，然后有舞台啊什么的，那是最好的。我自己的愿望。好紧张。你不要再紧张，你已经问完了。好了，祝你们好运。好，拜拜，拜拜。这个是要怎么关？哦，好像有，你那边是不是有叉叉，还是有什么？就是哦，有看到，有哦，有吗？可以吗？好像没有诶，没有。那你要不要干脆退出直播？嗯，等我看一下。好，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哦，有了有了，好，行了。我是香港粉丝，马来西亚。好，我都看到了，是，我都看到了，然后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我会加油继续努力。这句话虽然我已经说烂了，但是，对，这是我应该要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会继续加油的。好开心哦，还有印尼的粉丝，新加坡的粉丝，泰国的粉丝。好啊，现在就是你们要全部都打过一遍，然后我就看你们打，然后全部都念过是吧？我在台湾吗？我不在台湾。好，我现在可以来表演了，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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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要表演什么呢？我要表演那个，就是刚刚在微博最后的时候，不是唱歌嘛？然后你们就说，就是很多小翅膀都说我的声音，然后跟脸什么反差很大。
你们现在有什么想听的歌吗？但是我现在没有提词器了。你们好好，你们现在可以先跟我说，你们觉得我现在的声音，你们听起来是觉得怎么样的？是怎么样的？就是我现在说话的声音。怎么办呀？我没有提词器。我没有提词器，我没有。那我开一下那个。回来了，我开一下热点，然后我连一下。奶甜那种超可爱，我看到这些形容词我都觉得不像是在形容我。哦，第四个人没选，我被太多人拒绝了，所以我忘记了啦。好好好好好，还没唱歌，先办正式，我们先办正式来。对对对，少一个，我发现了，来来来，我发送了，就问一句，第四个人在哪？就在这儿。如果他不要的话，那我就再抽下一个。他是不是进步了？怎么办？好，选下一个。物色下一个目标。不要，不行，我真的觉得我不能用看了。二、三、四、五，我发送了，我没有挑，我刚刚没有看，我没有挑。哦，他拒绝我了，再下一个。如果你不方便，可以拒绝我，没有关系哦。哦，你进来直播了，你进来直播了。嗨，嗨，你好。嗨，哇，你还开了个特效。嗨，你好。你有问题想问我吗？ Hi.你跟玉阳还有在联络吗？哦，我跟姐姐们都还有在联系啊。我妈妈很喜欢你，真的。你好，你好。还有第二个问题吗？你喜欢动物吗？我喜欢呀、啊，我有养一只猫，你知道吗？啊、你以为我养一只猫？我刚刚没有发现，我刚刚看我还以为是吉娃娃。有七只，真的、哦？你养了七只？嗯，怎么这么多？对啊，猫很可爱。对，猫超可爱的。那之后有要去哪里吗？之后我不知道哎、欸，要看公司的安排。
加油哦。好，已经三个问题了，对不对？对，你速战速决。拜拜。好，拜拜。好，结束。好，抽人的环节此刻已经结束了，抽四个就是四个，我说四个就是四个。好，那要表演吗？要表演吗？那下次还有吗？说直播吗？下次应该还会有直播的话，一定是会有的。但是这种活动的话，就要看。哎呀，可不能宠坏你们了。那不然一句话也可以，就是叫我说一句话，我也可以。唱梦一场，梦一场是说那个吗？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放在自己的眼眶？是这首吗？好，我算唱了，这样应该算唱了吧？不太熟。让我喝一下。生日快乐，好，这一句好，这一句好，好，生日快乐。像我用我现在的声音来讲生日快乐，就是生日快乐嘛。那如果我用我唱歌的声音讲，就是生日快乐。你们会觉得有差别吗？就是我说生日快乐是长这个样子的。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们是不是都说那个比较高的那个是叫做什么？夹子音，就是说可能讲话这样子，就是你们所谓的夹子音啊，就是一个听起来让人会比较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就不知道怎么说耶。但是我平常的声音为什么还是有人说我像夹子音啊？我有看到，我真的是充满了困惑耶。就是要我去模仿夹子音的话，我可以模仿，所以代表说我平常讲话就不是夹子音啊，就比较做作。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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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好像也跟做作有一点关系，但夹子音就是那种比较讨好，也不是讨好。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就是这种声音，要我直接说的话，我也不是很，我也不是很讨厌啦。但是就是可能我自己听起来也会比较没那么习惯啊，就是比较。什么困惑这句就有那味儿，什么意思啊？是台湾腔？什么意思？台湾腔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有没有很想打我？很想打我，对不对？我自己都很想打我自己。可以
对，我觉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可以选择的。我之前有刷到，就是有男生可以发出像刚刚我讲话那样子的声音，我真的是，我人都在发抖，就是起鸡皮疙瘩耶。我停止了，这就是我要表演的项目。动漫音好像有一点，就是可能打电玩还是什么，然后会有那个角色。台湾国语好像分两派，是闽南派跟客家派。很不喜欢这个声音，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吓到大家了。萝莉音会不会伤喉咙？不会伤喉咙的，这些声音都是不会伤喉咙的，就是运用声带，就是我最近在练习唱歌啊什么的，然后就会发现绿茶音。倒也，我就不评断了吧。我属于哪一派？我属于哪一派？什么？我小时候比较严重，就是客家派。最明显的例子，像我外婆叫我，然后我说过我的家人会叫我萱萱嘛，然后像我外婆我阿婆就会叫我贤贤，就是他每次叫我他就叫贤贤你回来了贤贤，很可爱。总共会多少音？好像也并不是会，也并没有会很多。蒋小花，蒋小花太经典了。蒋小花，不是唐母，那你今天吃晚餐了没有？想起你就连喝咖啡都会醉，这样吗？来个饶舌，我现在没有记得的，因为我的词都在这里面，都在手机里。客家妹，就是，我觉得最好听的一首客家歌，不是《天公啊，落水啊》。阿妹啊，带当初无来到行随便。什么用夹子音唱 Lion？ 用夹子，我会把你们全部都吓跑吧。夹子音唱 Lion， 这个很挑战性哎，这个很挑战性。我想一下，歌词是什么？歌词，等下我查查看，查不查得到？好像有，好像没有。我忘记了。
什么时候还有连麦活动？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但是直播的话，应该不用等很久。但是下一次的连麦就不确定了。有办法用说话的声音唱 ？Yes, OK。出发，巴拉巴拉巴。Yes, OK, Yes, OK, Yes, OK, Yes, OK。多远？嗯，哦哦，好好好，嗯，所以要不要用夹子音唱《Lion》？还是我们略过？晚安，要睡的快去睡吧。We rock the world， 什么 ？We rock the world， 绝不退让，出发，一起朝向前吧，肆意狂想，我的倔强。然后忘了，不要。要把心中的怒火把热血点燃 ，reflection， 释放出你心中另一个存在。渴望依旧那一双眼，展开瞳孔，燃起玫瑰色火焰，玫瑰色火焰，这是音在哪里？玫瑰色火焰，踏出一心绝不去的脚印，脚漫步在荆棘花园。白天和黑夜，梦想牵着的神经不松懈，忘记了极限，伤口燃烧着的往左越热烈，越热烈。前方未知的危机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像狮子勇敢走去。Purple 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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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on。哦，我们在看 lion 的那个，舞蹈视频的时候，我们全部都吓到，因为好像有花絮吧？就我们看到舞蹈老师都把嘴唇涂成紫色的，我们以为我们在舞台上也要把，就是嘴唇涂成紫色。素我今天有唱过，但是我还是忘记了歌词。我真可能是我脑袋记忆体有出了问题吧。歌词总想要透过你眼睛，哦，是不是又起高？总想要透过你眼睛去找寻最原始的野心，没想到最后却闯进一整座森林的宁静。你呼吸蓝丝绒包裹身体，和海洋的痕迹，我永远不愿醒。我可以躲进你的身体。但是感觉唱高的比较好听。总想要透过你眼睛去找寻最原始的野心，没想到最后却闯进
一整座森林的宁静，你呼吸蓝丝绒包裹身体，和海洋的痕迹，我永远不愿醒。我可以躲进你的身，躲进你的身体。就是 R&B 有奈。R&B all night, you just wanna R&B all night. 我买了件很帅气，你买了件很帅气的衬衣。问我什么时候去见你 ？R&B all night, you just wanna R&B all night. You can be my boyfriend.却变成我下次再来的期待。让我喝一下水。16 hours 有点长，时差总让我特别晕。想得快能见到你，心瞬间开，会瞬间开心个不停。气流划破了那片海域，摘下了耳机，我刚睡醒。那种很油的唱法，一离开梦里，回味有你在的风景。Oh yeah， 很油的那种。Baby, oh, baby, we have a beautiful memory. 好，不玩了，不玩了，下一首，下一首。刚那破音实在是破的刚好。情人吗？情人，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体会，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危险，危险又迷人，是危险又迷，危险又迷人。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什么陈总在夜总会？嗯，我看一下。哦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这我之前唱过了。哎呦，好冷，我在抖。我现在冷气开有点强。嘉宾，对，唱呗 girl， 呗 girl， 我之前有唱过一整首，呗 girl， 呗 girl。被各位开始是怎么唱来着？不行，我现在都在抖，我好冷哦！等一下，我现在真的，我牙齿都能打颤了。啊，明明就好冷，真的好冷。等我一下，啊。Rosie 的杠，Now you're a deadly gun， 一句嘛，你说一句。
会冷的话就穿件外套，好主意。我真的好冷。救命啊！救命啊！救命！我们就开24度而已。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just a little bit, just a little, just a little bit。我歌词也差不多忘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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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这个记忆力，开创新时代。后来，现在是点歌环节吗？后来。我们都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上网找歌词。斯芬克斯，斯芬克斯的米酒是吗？看我们这场好戏才刚要开启。蜜雪冰城，我爱你呀，你爱我，蜜雪冰城甜蜜蜜。不用去猜，好久没唱这首歌。等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好是坏，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组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新郎款排队，我都是天亮的才睡，时间比。Oh, hey boys, don't cry. Oh, 有玩什么游戏吗？玩什么游戏？有啊，最近玩一些什么卡牌游戏也有，就那种出牌什么益智游戏。女孩，女孩，我的故事因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所以学会你爱。太阳，你就是我的太阳，我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里呀，不管去多远的远方，你都我、哦、忘记了，永不失联的爱，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用尽什么？哒哒哒哒哒，那星辰大海，打吃鸡吗？打呀，但是我。蛮雷的，我蛮雷的，歌词错了，对不起。浴室歌手，我很喜欢在
睡觉，我不睡觉，我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歌。光年之外，缘分让我们相遇，光年是吗？那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忘了睡觉。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想爱你的冲动却只能笑着带过。失恋阵线联盟，好好熟悉的名字哦。等我，我查一下歌词。哦，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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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这样吗？用最好的模样去最美的地方，要住进你的心里呀，约定吧，一起绽放。 Yes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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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巴拉巴拉巴。永远都可以到达，和我一起追啊。都是刚刚唱过的。嗯，我只知道是这样跳。We rock the world, we are a world. 好，我觉得很难念呢。就是 We rock the world, we rock the world, baby, baby, I promise you, baby, I promise you. 不管未来多遥远，一起到达。Baby, I promise you. Baby, I promise you. 让每一个初夏绽放着最美丽的花。点歌一晚上吗？好啊。今天蛮有兴致的，今天蛮有兴致的。啊，你晚进来了，对，我已经跟粉丝连线完了，你怎么办？珊瑚海，是那个吗？转身离开。有话说不出来，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你给的爱，却一直存在。
是人生了，好像起高了。转身离开，有话说不出来，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你给的爱，却一直存在。回不来，别离开。哪一个？我忘记了。一是婴儿哭泣，二是学游戏。音调不对，我就忘记怎么唱了。回不来，哦，如果有一天你离我遥远，然后呢回到最原始的你。我忘记了，你们一直说嘉宾到底是我看歌词我没有印象哎，我不管，我查一下。我不管，我就是任谁都无法抵抗。嘉宾，啊，广告。不要广告，我不要广告。替代哦，有。你直接放副歌。哦，我大概知道了。我没有听过，但是猜猜看吧。什么？我哒哒哒哒哒哒哒，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这是算了。啊，没听过，我之后再补听。淘汰也是一首很熟悉的感觉，是陈奕迅的呀。等一下，忘记怎么唱，只能说我输了。也啊，怎么办？我忘记了，但是我很喜欢这首歌。不行，我一定要找出来。淘汰。好，我知道了。只能说我输了，也许是你怕了，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我怪美的，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是啊，是这样吗？
十年之前，我哦，这位朋友好贴心。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浪费，浪费又是好好笑哦。会不会看我看我唱，然后你们等一下下播，然后全部都想要去唱歌，浪费。我又忘记怎么唱，浪费，浪费。啊！我不要广告，我不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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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贵？没关系啊，我知道了。但是这首不熟哎，不知道怎么起 key。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我都会坦然面对。我脸开始出油了，出油的时候就是要把灯降一截，看起来就会舒服一点。这我唱了呀，灯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是好是坏，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我拉不过来。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哪里是归宿，有怎么租来的拼图。直播不会留，选择好每一步，几分之几，几分之几，也是很熟悉耶。嗯，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哦，我唱第二段好了，是不是太低呀？某一天你离开了我的生命。某一天你离开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曾经是我的几分之几。忘了，好，就这样。你打算直播到几点？
我不知道哎。鱼仔，看伊遐伫遐修，是修吗？还是 U？ 还是修？每次听我都有这个问，都有这个疑问。看伊遐伫遐修来修去，修来修去，我对你修来修去。想到半暝，希望月光带你回来阮身边。让我们直播到三天三夜，三天三夜，倒带。Hey you, hey you, happy me, eh eh. Hey you, hey you, happy me, eh eh. 就是这边手很忙，我没有八五，所以就印象中就是这边手很忙。Hey you, hey you, happy me, eh eh. Hey you, hey you, happy me, eh eh. Music going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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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听到你为我欢呼尖叫，这里没有人听过素吗？这里的人都听过了，这里的人都听过素了，大家都听过素了。我今天唱了三遍了。对，素刚刚唱过了。躲进你的心里，哎 ，AA 是那个。对啊，那亲亲，我记得两首有点像。炫知道陈星威吗？当然知道啊，当然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你知道，那你知道王承炫吗？对对对对对 ，AA 是偶练的，那青青怡的是。我每次都会把两首搞混。怎么办？我真的是，算了。认识杨超越吗？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刚剥嘴皮，不对，不是。
又 RMB， 要 RMB 几次？要几次 RMB？ 我大概知道旋律了，什么 So Baby Pin Me。哎哎哦哎哦，我只想被你看到。So baby pick， 我知道了。So baby pick me， 哎哎哎哎哦哎哦，我只想被你看到，是这样吗？Hi to everyone， to everyone， hi。H I hi H E L L O hello， hello。 I say hey， you say hello， hey。 还有什么？想听微微，我有点忘记歌词。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微微就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像是每一秒都成为，忘记了。黄昏，黄昏。我妈好像都会唱。我妈带我去 KTV 的时候，黄昏，好熟悉。我居然还记得我居然一看到歌词我就想起了，但是我真的这首歌我驾驭不了。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上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对对对，我记得，我居然记得，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对对对，很古老，是我妈妈带我去 KTV 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然后对，很多很多歌都是跟我妈学的。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拿走拿走，别客气。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眼底星空，眼底星空怎么唱？什么流星开始坠落？怎么会是？哦，想念你的夜。
我以为是那一首想你的夜，就连喝咖啡也会醉，想知道你心里能否为我宿醉。哦，想你的夜，多希望能再爱你一遍，让爱都成为Latte。 我看不到你，对，我真的看不到你，我真的看不到，对，我看不到你，怎么办？我看不到你。好，好玩吗？好玩吗？我们俩划着穿日彩虹里，有彩虹里，彩虹里。有人听过这首吗？这首应该很有名吧？我们俩划着穿日彩虹里，有彩虹里。你是我这一辈子，我刚刚唱过了。假如我年少有为，不吃亏。两只老虎感觉就像夹子音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我知道不是那一首，我知道。玫瑰少年没有荆棘。我不会唱海波浪，抱歉。停止，停止什么？希望疫情结束后有见面会。见面会，我一直觉得见面会，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要办在对的时间，不然就，对，不然真的很没有意义，要办在对的时间。点好几次情人了。我今天唱好几次情人了，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体会，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it be dangerous. Woo! 少点安全感。做我的情人 I know you want me. 颜色是幻觉，用吃遍你的声音构成线，温热蔓延。热带雨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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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带雨林。热带雨林，我一定。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你的谎像陷阱，是这样唱吗？干嘛一直催我睡觉？很奇怪欸，我也还没吃饭，巧了吧？我还没吃饭。
我也还没吃 晚餐，炫喝水吧。我确实是应该补充一下我的姜茶了。我去装水。我把我的水壶拿来好了，比较快。有有有，还有水。不喜欢看我演戏，但喜欢看我的舞台，谢谢你哦。谢谢你，谢谢你欣赏我的舞台，谢谢你啦。演戏我会努力的，我哪里差我就要补哪里，所以我会尽量演戏的。Attention， 我的水壶。外面的车子又爆胎了，我的水壶没有商务合作。吃播，我手机在这里，我怎么吃播？我要怎么点东西吃？有，我有可以即时的，但就是粽子，要微波一下。这么小够喝吗？多装几次吧。你喜欢愤怒鸟吗？我国小的时候对愤怒鸟有一种憧憬，就是很好玩。那时候刚出的时候就觉得很特别，怎么会有这种游戏？怎么是不是新来了一批人？等一下，我开始看到一些很恐怖的留言，怎么会有人现在在问我说你的拇指怎么了？好可怕！我要重新再说一次。好，我的拇指呢，是因为昨天我在为了自己的伙食而努力的时候，不小心划伤了，就是划伤了我的手指，所以它长成了这样子。对，你看，是它。而且它可以拿下来，然后它都是包包。好了，我没有商务合作，我没有商务合作。Call me maybe， 也是很久之前。But it'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so call me maybe, and 怎么都 and 那什么啊，你说 maybe 什么？他是谁？谁是谁？宇君哥，没有心墙，你的心有一道墙，
当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该睡了，去睡吧，晚安。该睡的去睡吧。为什么会上热搜？不会吧？为什么会上热搜？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对，我不理你，我就不理你，我就只挑你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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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lots, we fly high.哎呀，这样好恐怖哦！这样子很像，这是我的拇指。一点点靠近你，什么？心跳接？你可以面无表情哦。啊，我不知道那怎么唱。我不是小学生，像喝醉了。不会吧，这边又没了。我不觉得，我不觉得，我刚刚有点到3000个留言，所以你习惯吧。如果说你会因为我没有点到你而觉得很伤心很难过，我以后不要再看王承炫直播了，那你就不要看吧。对啊，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不要。我这样很任性吗？我这样会很任性吗？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件很难达成的事情啊。当当棒当当棒当当棒。好，该去睡的就去睡吧。我没有生气，但是这是一件很为难人的事情。我觉得你们应该要知道，就是这是一件很为难人的事情，要我把所有的留言全部都点过，其实不大可能。对 ，Hello， 是那个吗 ？Hello， 那个吗？如果没有疫情，会过来马来西亚吗？我好想去马来西亚玩。听说马来西亚可以实现，就是榴莲自由。好了，你们都明白了。好吧，那今天就差不多这样。今天差不多了，我能做这个手势呀。大家晚安，再见。早点休息，拜拜，拜拜。多发发抖音好吗？你多关注我的抖音好吗？我今天发了耶，拜拜。